哎，我没有。我的牌怎么？干屁啦！干个屁嘞！哎，干他妈！干收起来！干收到没？不是干我的，干！哎，我这个干靠没有啊！你们都在这样，收到没？干！干收到没？哦，我的屁爆！哇，是我白皮，干五眼牌，有个五眼。啊，舒服多了啊，舒服多了。那认真问一下，前面三季的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发展吗？零，没有进度了。我这问题应该是我自己啊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没有表现出那个我要我就要的那个感觉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太表现了。2022年的七夕是8月4号，礼拜四。8月10号，刚好那一天是这个小美视角，对不对？那天直接是。是移动到我们 SML 的直播转播场地，当天又是小美国际，然后呢，关主一样也是小美。那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，我们有三个任务要完成，三个任务要完成。对，那如果小美当天是第一名的话，那三个任务可以个别发给这三个女生，依照我们刚刚的难度顺序去发。如果小美是最输的，当然就发不出去了，就惨念了。依照难度顺序嘛 ，OK 吗 ？OK 吗？这样大家应该很想报名的吧？哇，小美国际。不知道能再办几届，这次要把握机会了，好不好？万一这次都选中了，哇，那你就很后悔，说啊，怎么这次没有报名？我们就要停办喽，没错，我们就要停办喽。对啊，这样之后就没有了。我们每一届都是抱着对欧拉斯的状态在办的，最后一了，最后一了，那就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8月4号见，8月4号见啊！欢迎大家赶快报名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